啊、哦，那刚刚呢做出来的是一个茶罐，他想要他要做的是一个茶罐啊、哦，那他已经先把那个盖子做好了，啊，现在是在做他的那个杯，那个壶啊、哦，就是那个装糖的那个罐子啊、哦，然后呢啊、哦，我们最主要去看他那个盖子呢，跟他现在做出来的这个壶可不可以？啊，会不会就是密合啊？可不可以？是不是密合？那个盖子呢，跟它的口是不是可以密合的啊？如果脚不转会怎样？脚不转那个，它就不会转，对啊，就塌下来了，不能就不能做了。对啊，那你不要看，就是随便脚给它随便转啊。啊，那个都是有功夫的啊！你转得太快也不行，转得太慢也不行啊，都要转得刚刚好啊。对，因为它就是借着它那个这个转轮啊，然后呢啊，在说。